吃个鲍鱼，九孔鲍鱼。为啥叫九孔鲍鱼？因为它在这边有九个孔，所以说啊叫九孔鲍鱼。内脏啊，内脏是它的，是这个绿色的部分啊，不要吃。牙齿也在这个地方，直接啊把这一块全蒸下来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嗯，鲍鱼的肉啊，特别的 Q 弹。嗯。哎，好吃。哎，内脏。哎呦，哎，全是大肉。嗯，好吃。抓紧时间吃个小迷你，小迷你再不吃啊，过段时间就没有喽。嗯。大米啊。特别香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就不会做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，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我的天哪，你一看这一大碗，我的天，满满一大碗啊，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了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你啊想吃，来上一单尝尝吧。吃，嘿嘿，想吃个小迷你，哎，小光头。嗯，八爪鱼的大米啊，我们啊也就在能吃一个星期就没有了。嗯，特别香。嗯，朋友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我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一大碗，哎呀，这么多，一家人啊，他足够吃了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来上一单尝尝吧。嘿，嘿嘿，哎哎，不出来，哎，小鸭小迷你，嘿嘿，嗯，大米哦，哎呀，嗯，你看看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特别特别香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我呀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你看，我的天，这一大碗，我的天，都装不下了，嘿嘿，味道鲜香麻辣。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上一单，你尝尝吧。猫眼审视螺，嘿嘿，为什么叫猫眼审视螺？因为啊它没有苦胆，没有肝，可以啊直接食用。哎哎哎哎，嗯嗯嗯哎，嘿嘿，先给它弄重了，嘿嘿，膏呀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糯。嗯，这个肉啊可以红烧，可以清蒸，可以上锅，特别的紧致。嗯，嗯，你看一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给你包到家。爱大星，嘿嘿，我们要吃它的膏。哎哎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哎哎，哎呀，这是它的膏啊，不是它的奥利给。嗯，你别说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好吃，你自己干。嗯，哎，回家呀，炒鸡蛋。清蒸特别特别的香。嗯，吃个带膏皮皮虾，嘿，现在这个季节皮皮虾特别特别的肥。
们家的皮皮虾。嗯，太香，停不下来了。你看这膏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皮皮虾，特别喜欢吃带膏的皮皮虾，朋友，你看一下咱家的皮皮虾，这一盒啊是一斤，每一个都是带膏，和我手上吃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回家呀、做个椒盐皮皮虾，特别好吃，一盒啊大概在15个左右，每一个都是和我手上一样带膏的皮皮虾。哎呀，如果你也想吃，来尝一单，尝尝吧。嗯，这个季节皮皮虾必不可少。嗯，哎呀，满满的膏，能看得见吗？满满的膏。再来一个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皮皮虾，咱家的皮皮虾个个都是满膏的皮皮虾。哎，这一盒呀、是一斤啊大概在15个左右，保你啊个个都带膏。你看一下，就和我手上的吃的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下一单尝尝吧。嗯，吃个猫眼螺。哎呀，别断啊，别断，你看这膏，完整不？膏呀，特别香，特别糯，没有干，没有苦的，可以直接吃。嗯，头上大肉啊，特别的紧致。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包邮到家，回家红烧、爆炒、清蒸、涮火锅都可以。嗯，皮皮虾，嘿嘿，带你去找个男女朋友。嘿，嗯，这时候的皮皮虾特别特别的肥，个个都是带膏的，你自己看。哎呀，这肥度，这全是它的膏啊！哎，嗯。想再来一个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带膏的皮皮虾，咱家下面小黄车皮皮虾一盒是一斤的，个个都是带膏的皮皮虾，回家做椒盐皮皮虾，老香了。嗯，你看看，个个都带膏。咱家这一盒呀是一斤啊大概10来个，个个都是大个头的，回家做个椒盐皮皮虾，特别好吃，喜欢的来上一单吧，吃个大鱿鱼。嗯，你看这肉质，嗯，非常 Q 弹，嗯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咱们家大鱿鱼啊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大鱿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这一包啊是400克，一包啊是2只装，给你2只、4只、6只、8只，给我点个爱心，点个关注，再给你送2只，10只，我呀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海鲜一小锅，生活呀、它就乐滋滋，哎，下面用，哎呦，特别的鲜，特别的嫩。嗯，海里的小面包，哎，嗯，这个虾，如果啊你也喜欢吃，咱们家下面有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包是咱粉丝，再给你加一包10包，2个9啊，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嗯。再来个蘸面，哎，太鲜太嫩，嗯嗯嗯，太好吃了。
嗯，软骨不要吃。嗯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大鱿鱼，然后你又不会做，你就看一下咱家的大鱿鱼，给你看一下。这一包呀是两只装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这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这两只、四只、六只、八只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成为咱家粉丝。再给你送两只，满满一箱十只，我呀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鲜香麻辣的大鱿鱼，嘿嘿。哎呀，肉啊特别的 Q 弹，嗯，你看看这肉质，如果你也喜欢吃鱿鱼又不会做，朋友给你看一下咱家的熟食大鱿鱼，每包400克，每包是两只装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，你们两只、四只、六只、八只，给我点关注，成为咱家粉丝，我呀再送你两只，十只，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熟辣，嘿嘿，吃个小八爪。哎呦，这个挺漂亮呀，嘿嘿。嗯，别看它小，照样有大米。嘿嘿，嗯，嗯，太香了，朋友啊，如果你也喜欢不吃八爪鱼，又不会做。你要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我的天，哎呀，这一大碗！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上一单，尝尝吧。哼。